欢迎来到选手自评室。所有参赛选手当中，你最讨厌谁？这个能不说吗？请尊重游戏规则。我最讨厌你，就是他。你认为哪个标签最适合你？这个吧。很可惜，你不是。半小时之后将开启个人加时赛，排名前三的选手可以复活一位已经淘汰的选手，但是请注意，你所复活的选手在后期有可能是你的队友或者是你的对手，请各位谨慎选择。个人加时赛，如果我能拿到前三的话，就能复活朵拉了。嗯，干得不错，下去。决策完毕，请看 VCR。太好了，能复活朵拉了。请选择你想复活的选手。我选择复活墨子熊。哎，怎么没有朵拉的照片？